Hello， 大家好，请那我们今天换一下我们的 One Piece 榜题啦，小老。那最近的话呢，弹头刀特别活动又有新东西啦，来看一下。这边应该是有我们的这个新角色啦，没有问题。来看一下这个紧身衣妹子，这当初在那个玩 OPTCG 卡牌游戏啊，那个因为这张是一张早牌啊，然后他那个意图啊，真的是 very very beautiful， very very big 哦，所以这边也是很喜欢的。我们的莉莉丝啦。好不好？饿的这个莉莉丝，那有看漫画的话，基本上就会知道，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很饿，好不好？那他是绿属性这边的这个守卫者啦，哦，来看一下详细介绍啦，各位。好，没问题。你看这个紧身衣真的是 ，Oh my god！ 哦，我的天哪，紧身衣这种东西到底是谁发明的呀？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厉害呀、啊？我的天！那看一下，第一招是这个。泡泡枪按住技能按钮的期间，对远距离敌人造成这个损伤并击飞敌人哦。然后经过一定时间或是放开技能按钮的话，并会产生对远距离敌人造成损伤并击飞敌人的攻击效果，增加对角色类型为这个能力者的这个角色造成这个损伤。技能发动一定时间用这踉跄无效的这个效果 ，LV 50追加防御力减少的这个效果。第一段到第十段的话呢，技能威力是491，击飞效果防御力减少 30%， 效果时间是20秒，冷却时间是34秒，能力者造成损伤增加 50%， 没有问题。那么再来是第二招，由我来打倒你们，对中距离的敌人造成损伤并击飞敌人哦。然后此外对造成损伤的这个敌人赋予移动速度减少的这个效果。此后出现这个截断敌人攻击与移动的这个防壁，防壁受到一定损伤后呢，会经过一定时间内便会这个消失哦。然后再来是技能发动一定时间内用这踉跄无效的效果哦。第一段技能威力是351，第一段击飞效果，然后第一段移动速度减少 30%， 第一段效果时间10秒，冷却时间27秒，防壁体力最大 HP 的这个 150%， 防壁效果时间是15秒哦，没问题。然后它是回复特效，然后带特性，当自己使出这个防壁被角色类型为能力者的敌人攻击时，使敌人攻击力增加解除，然后并且这个什么，并且敌人的攻击力于十秒内减少 30%， 不可重复，部分攻击除外哦。然后再来是，当自己使出防壁被角色类型能力者的敌人攻击时，敌人的攻击力技能冷却时间追加 15%， 所以它有点像是那个debuff 角色啦，就是让别人就是打到你的那个就是防壁的时候会有一些简易的一些效果、哦、并且体力回复 5%， 因为他是一只绿色守卫者啦、哦、攻击角色类型能力者的这个敌人时造成损伤增加 30%， 并且技能2冷却时间缩短 5%， 自己所在的这个财宝区内财宝开始被敌人夺取时，技能1的冷却时间缩短 50%， 并且攻击力于10秒内增加 20%， 不可重复。特性一，身在我方队伍的财宝区时不会踉跄且不会被击飞，并且使敌人赋予的这个异常状态无效化，技能1发动后一定时间内不会踉跄，不会倒地，且不会被击飞。重点是那个啦，来了来了来，有，身在我方队伍财宝区受到损伤减少 30%， 并且回复被敌人攻击而受到比例损伤 50% 的体力，体力在 70% 以上时受到损伤减少 50%， 并且财宝量表回复超过上限 50%。 对啊，这个是最喜欢的，就是你知道吗，守卫者角色一定都要有这招，没有这招的话真的是比较偏可惜一点点哦。但是后面后期好像都会有，不过他有一些小小条件啦，就是他必须是在那个体力在 70% 以上的时候才会有、哦、然后被敌人攻击最大体力是 5% 以上损伤时体力回复 5%， OK，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角色莉莉丝，好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紧身衣女孩，好不好？嗯，太神啦，好不好？但是你知道吗， OPTCG 的卡牌那个更烧哦，到时候把它做成封面给大家看一下好了。那他这一次这一只角色是我们这个赏金嘉年华的传奇角色了哦，所以大家我觉得也是可以不用那么急，因为都是有机会，好不好？在其他地方歪出来的，好不好？所以还是乖乖存钻石，等之后的东西应该比较实在一点点了哦。好，看一下哦，这边有没有挑战对战，有没有可以试玩的环节？那边是这个积分奖励，哎呦喂，有吗？有租借，有，有租借环节应该会有吧？莉莉丝有嘞，莉莉丝嘞。然后我们来发一下那个，来玩玩看。玩玩看莉莉丝啊，各位太爽了，来啦各位，刚好是我们的弹头岛，那就莉莉丝给他走起来。我觉得莉莉丝这边的这个电魔做的挺好的耶，嗯哦，班贝克曼，我、哦、看这个屁股真的是超翘的，我的天哪、啊、到底是怎样啊各位，怎会如此啊各位， Oh my god。 好，那我们就是守卫者吧，对不对？我们就在这边来，没问题，交给我。有啊、哦，这个就是
这就是所谓的前凸后翘，大家看到没有？超强的，紧身衣太神了！哎，不是，那是不是又遇到那种就是 computer 局了？应该可能是哦。不过我觉得目前来说最尴尬的局就是那个什么呀？喂，哎，他是那个超级射泡泡哎，因为我们现在真的说真的被那个小女帝宠坏了。所以你知道吗？小女帝那个真的太强了，因为她按住技能之后，她就可以飞到下一个点了。这个对守卫来说，真的是最优秀的这个东西。这样子，哇，赢了，连玩都还没玩到哎、欸，各位，队友太强啦，各位，应该这边是 computer 有啊、哦。哇，最近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要就是从头开始体验这个邦提拉西。载这个电脑版绝对是最佳选择哦，因为你就可以在上面度过这个悠闲以及快乐的这个新手时期啦哦。来看一下下一把，来啦各位，一样是我们这边的这个莉莉丝先走起，看一下能不能干点什么事情，好不好？我刚刚在这个 A 点这边拉满这边之后就没事了，各位。哦，我是麦哲伦哦。好啦，那这边给麦哲伦吧。哎、欸，没有哎、欸，他没有要走。那我们在这边，哎、欸，他这个射击是真的疯狂，那个泡泡哎、欸，很像在玩那个泡泡龙的感觉，有没有？招式都还没开到哎、欸，这个是超大泡泡。哦，你按住好像就可以那个哎、欸，一直射这种很大的这个泡泡，有没有？按住就可以了。哦，好像射蛮多发的，然后再来是这个 R， 也是这个泡泡，这就是防壁啊啊。哦，所以大家把这个防壁打掉的话，基本上就会帮我做一点事情，这样就会降低他们一些效果，这样子。啾啾啾啾！哎 ，KO 了！啾啾啾啾！哦，防壁！哇，这个防壁不知道可不可以帮我那个耶？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是夺宝在里面不会被怎么样？哎，好像也是可以耶，感觉他就跟那个。感觉他就跟那个美音可以做一个那个搭配，你知道吗？就是南瓜跟那个泡泡，看起来是这样的局面的，就是南瓜跟泡泡，然后做一波，然后夺宝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哎、欸，或者躲在这里面射击吧，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吧？哦，躲波浪兵哥，慢波慢波，有没有看到？这边感觉是可以的耶，所以这东西应该是另类那个多宝的民歌吧？躲在里面射泡泡，应该是要这样玩的。看起来是这样搞的哦，莉莉丝。有了有了，拉满拉满，各位。来，我们过去帮忙一下。呼呼，我就在里面。有哦，感觉它的泡泡应该是可以搭配那个南瓜哎，南瓜叫泡泡，有没有搞头，各位？这是泡泡南瓜，那个美音多烂，各位，应该是美音多烂哦。呦呼，有哎、欸，这只也是挺好玩的。重点，这只不知道到时候就是如果练到100等会怎么样哎、欸？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你们要练莉莉丝的话哦，再来一把，来了各位，射泡泡人继续登场，各位，那你们觉得这样的话基本上厉不厉害呢？也可以跟人分享一下哦，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去评判一只角色厉不厉害，而且现在基本上我们在这个电脑版来说啊，应该是啥米都很厉害吧，随便玩随便厉害，完全摸有问题，各位，来了各位，我们就继续给他拉起来拉满，嘿嘿。反正我觉得目前来说，就是守卫者的话，最推荐的一定还是就是那个女帝了，因为那个女帝说真的太夸张了，因为那个女帝她可以那个，她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她可以就是守卫到很远这个地方啊，那真的是很推的。哎、欸，老哥，等一下啊、哦，我要先躲到防壁里面，然后射他，好不好？这是小多伯朗明哥。多佛朗明哥的这个泡泡环节啊，我们跟他那个蜘蛛网阵差不多的。来，可是这个好像不能设定，就是我要架在哪里，要架一个好位置。哎、欸，他们走到这个是不是被这挡住啊？它是一个墙壁，是不是？看起来有可能是个墙壁，不过我觉得看对面有可能。我觉得蛮有大概率是 computer 的，各位。哎、欸，可是我们好像输 computer 啦，各位。哎、欸，
好好干事情啊。哎，为什么？为什么会输啊？哎，我的泡泡嘞？我泡泡怎么消失不见了？各位？哎哎，不是啊！完了完了，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大熊别再偷了。哎，有动到，有动到了。哎，不要这边搞，警卫们，而且这样好像可以挡住他们，就是他们就没办法夺宝了的样子。对，他们是走不过去了。哦。那这个泡泡是确实挺有趣的，而且重点是我们自己的人可以站在里面的，各位，那样是比较不一样的，各位。完了，我靠！哇，可以挡住别人，哎，是真的可以挡住别人嘞，泡泡，哈，很好笑哎，你看，你看那些电脑，完了完了完了，不是啊，各位，完啦！我要连电脑都打不赢啦！Oh my god！ 哎，不是，我们家老哥，哇靠，那个 King 一直拖走啊！完了，好，没有没有，右上角那边应该是有机会的哦，有啦，各位，电脑厂还要输，怎么可能，各位？完美啦！那大家这一次的这个泡泡人莉莉丝，你们会喜欢吗？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对他的看法喽。没有问题。